伊在纪念1895年客家老祖公来对抗日本军的忠义精神。桃园市客家事务局为了判一位客家战役文化馆平整战绩内的法通，桃园市长陈文灿讲，日军将使的桃竹苗地区受到客家族群亲强烈的抵抗，在桃园平整没爆发安平政治役。当时客家人虽然讲较少，不过还是去参加，还够亲民牺牲的，也就展现出忠义千秋的精神。还够平整战绩是头一摆，那年合众生意在接近当中，也到那里发通却真希望，做在大鹏安内，为客家多年旅游界，明年是客家多桃园的客家文化。桃园市长陈文灿，客家口中中台湾同地方人士徛多枪，而象征重建历史，并且为客家战役文化纪念的发通来开幕。桃园市长陈文灿讲，透过两发通，希望民众在体验老祖公英勇保卫乡土的高墙，体现出来个忠义精神。那安平镇之役也凸显了客家的乡亲保乡卫土、应景的精神、反抗的精神。桃园客家口中总结完讲，因为客家战争平静战绩是第一摆加入客中生命态结晶，对桃园客家界是当重要的一部分。透过现代的历史文化的发通，希望历史结合生活，民众来重新认识这段历史。平静战绩是第一摆南移中央海里边的生命态结晶。我就希望就讲桃园的客家族的行业成败，客家族的结合尝试，客家族的连接历史。可是我也希望透过也平镇战绩本客家认识一段历史。桃园市客家口讲，除了安平镇之一铁剑之外，二十八还会有天剑卷通会，二十九有祭祀的仪式，还过有祈福补吉车出上来发通。在这劳顿泰社和轻松神思的气氛下，组合社来参加，进一步了解一位见证的桃园媒体，也希望大家来充实这个见证对桃园客家界重要性。客家新闻论坛桃园报道。